嗱呢度咧有樽咁嘅水啊，呢樽嘢咧大概喺沃尔玛卖咧就7蚊到。如果你金鱼缸满水咧，你需要将啲水喉水嘅氯气咧移走咧，咁啊滴几滴落去，咁啊捞匀啲水，咁就可以侵入个鱼缸嗰度。咁而家介紹另外一個辦法，唔需要呢一樽嘢，都可以將啲水咧迅速咁樣除去個氯氣。為咗除去水嘅氯氣咧，我可以用活性炭啊，活性炭即係 carbon 啦，咁啊燒一支火柴，又揾條雪條棍點咗一條雪條棍。慢慢燒啦，一路燒出嚟嗰啲碳咧就活性炭嚟噶啦。咁你唔需要去買一啲活性炭噶嘛，自己燒咪得咯。啊，而家吹熄啦。將佢抌落啲水度啦。咁而家啲木啊，同啲活性炭擺入去，跟住咧個水喉入水，慢少少，入大半樽。咁想知道佢有冇氯氣咧，用個鼻去聞下知嘅，好重氯氣味嘅，即係嗰啲漂白水嘅味。咁然後咧，嚟到爆釀，就攞個氣泵個嘴掟落嚟，1小時之後咧，咁就冇曬啲氯氣噶啦，就可以直接侵入個魚缸度。